我分心就是要去关简讯，所以我车速慢下来，所以我没有出隧道，然后马上石头就掉下来了。对象他们三个，我就看到他们三个被击中，对，可是大概两三秒的时间呐、啊，就看不到他们了，因为都烟雾了。听到有一个女生在叫，有点像，就是听了你就知道哦是受伤还什么的，然后我就刚刚拿手电筒下去找她，回转完以后，另外一个伤者也出现了。男生的话就是他的左手有一些可能是小石头打到的弄，因为他的车被砸扁了，所以他的头有被车顶打到，